上落下的一片黄叶，心中不禁徘徊，再借个寒冷的深秋，为何我他妈还是一个人？转眼又是双十一，对于穷逼来说，双十一就是个单纯无辜的星期三；对于广大的女生朋友们来说，双十一就是剁手节；对于单身狗来说，双十一就是那一年一度的伤心日——光棍节。伤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光棍节，而是随着光棍节之后，还有一系列的平安夜、圣诞节、跨年、狂欢等，来给单身狗带来好几重的伤害。马上就要到光棍节了，还是奉劝广大小伙伴，有男女朋友的赶紧报警啊，没有的赶快到超市买几斤狗粮，毕竟啊，你去完了那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凄凉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大家不应彼此伤害，不要搂搂抱抱，低调就好。我告诉你们，当然以上只是单身狗的美好想法，总有这么一群人逮着这个时间点来全方位的给单身狗添堵。先是情深深雨蒙蒙的何书桓宣布要将在11月11日结婚，以后每年到了光棍节，人都能美滋滋的心想：哎呀，老子脱单了。接着国家宣布即将开放全面二胎，不由又让单身狗们泪流满面。呵，我这边连个对象都没有，你就让我生二胎啊？怎么生啊？自己不幸繁殖分裂出二胎是吧？网上最近也出了一份中国11大光棍之夜出人意料的事啊，公务员巴德头筹，在这份排行榜上啊，还有快递员、空姐、空少、作家、诗人、歌手、主持人、程序员等，一时间又有不少小伙伴纷纷表示自己躺着也是中枪，而没有入房的小伙伴们也纷纷表示也没见过我找着的对象啊。这个世界包罗万象，就连狗都有450多种，更别说人了。所以单身狗和单身狗也有不同，有些无比渴望爱情，年年吵吵着啊光棍节先要脱光。今年微博上就开始流行，如果双十一前脱单就去超市，呵，我就不明白了，这又是哪家的秘诀呀？好像一说了就能脱单一样，这些人也都是一个大写的不真诚。看到现在对自己最狠的也成说是要炒四点，以为赚厚的书就能展现自己脱单决心是吧？要我说，要是对自己狠，那你就去炒四库全书啊，这才叫心诚。所以到最后这些话还是像放屁一样，屁过了无痕。那些吵着要脱光的人，年年到最后只能早早脱光了自己暖被窝，好容易享受自己温暖自己，抱着自己最贵的家当啊，一台笔记本，看个电视剧，可发现啊，就连和尚都能娶老婆了，真是怒从胆边生，心头火起来，一个恼羞成怒，成立了 FFF 团，老子就要上街，就要天天呼喊着烧死那些异性恋。没事我就去街上围观围观小情侣，得闲我就去电影院买完迎请所有的单号。哈，不过你放宽心啊，你以为那些有对象的就开心了是吧？那些个有女朋友的巴不得双十一晚上老天开天眼，小区停电，不用清空女朋友的购物车。当然也有那些个不在乎的单身狗，他们说啊，工藤新一如果是个单身狗啊，就不会去游乐场，不去游乐场也就不会被喂药，不被喂药也就不会变成可燃，然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单身狗才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更有甚者还说啊，即使脱了团到最后还是会分开，哪有那么多永不分离的，世上永不分离的一半的也只有屁股，你贴我我贴你，从来都不辜负。这些个深逻辑我也是给味儿了。俗话说得好啊，宅男有三宝，充气娃娃、泡面、破电脑啊；宅女有三宝，韩国明星、快递、充电宝。宅在家里自己一个人也落得清闲，但是坐电脑前头吃吃喝喝的，呵，那你可得小心啊，把当年的小蛮腰吃成有爱吃中的五花边。对于好多单身狗来说，连在大街上走路的都是虐狗啊，满眼皆是小情侣，就连路边的阿猫阿狗都是成双入对的啊。旁边店家放哥哥，素儿一听可不由得痛彻心扉，个别真应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无数人感叹他们的恋爱难于上经典，想高攀女神可不奈屌丝在女神的心中还不如一根黄瓜好用。英雄都耐红颜，现在的红颜只爱钱，没钱就多难，您来要我敢可怎好？俗话说得好，爱好马就山后车，大厅都摆开，连个上连不上啊，都是你活该啊。这两年提到了双十一，大家的第一反应已经不是光棍节，而是买买买了，也不得不感叹马云爸爸做的一手好营销。说到底，年年双十一光棍节也不过是广大单身朋友对自己的自嘲和自黑，这种苦中作乐的心思啊，还是很值得表扬的。毕竟单身不代表悲哀，孤独也不一定代表凄凉，自由地安排你的每一寸时光，去探索这个有趣且无限的世界，让孤独的自己变得更出众，让单身的自己可以更加的美好，做一个骄傲的单身狗，丰富自己的生活，充实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孤独并不来源于无人陪伴，而是来源于匮乏的内心和短浅的目光。
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啊，还是祝福单身的大家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日。不好意思啊，说错了啊，说错了啊，在即将到来的双十一，买东西剁手剁开心的同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最好的时间，用最好的自己拥抱最爱你的人。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是我们的为网友送欢乐、为粉丝谋福利的视频互动送礼品环节。上期我们的问题是啊，光棍节就要来了，大家都有什么虐单身狗的高招来分享下呗？互动话题一播出，这个微信后台也就有超多的小伙伴前来留言。看来大家脱单之后，想起自己当单身狗的时光，也真是一点都不怀念呐。第一个中奖的是微信名叫钱钱的小伙伴，他的回答是：虐单身狗，聚会不带家属的买单。作为一个吃货，我觉得这应该作为聚会的基本准则来大力推广。第二个中奖的是微信名为小魏的朋友，他的回答是：故作无奈的在伙伴面前说，哎呀，这个双十一呀，男朋友又偷偷的把我购物车里所有的东西都结账了。什么叫幸福？光棍节有一个有钱的男友，不用自己付账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了，恭喜上两位朋友，请中奖的小伙伴发送你们的地址加电话加真实姓名到死文皮子的公众微信号上，我们将核对信息后为本次中奖的小伙伴寄出精美大礼一份。那这次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双十一狂买之后要怎么度过接下来没钱的日子呢？参与互动的小伙伴，请直接把你的回答发送到死文皮子的公众微信号上。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